我们派出的第一报会吓死你们。啊？因为我们刚问说会不会画画，瑞雪她说她非常会。毛遂自荐。而且她从小有开过画展。哇，还有这样子啊？你从小开过画展？开过画展。他的画作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。真假？但如果那他会不会是印象派的那一种？对，抽象派。抽象派，抽象也是 OK， 对对对，只要有人买看得懂就好。我们这边也很强，我们这边是以油画高手自居的。完了，蔡黄儒，没有啦，蔡黄儒他是以他自己的个资自居，他的个资是现在大家最喜欢的。到底查人家个资是在干什么？因为他可能就想知道你电话跟你住哪里之类的，他想要就常去那边巡逻，看可不可以遇到巧遇。但公务人员这样是不太好，不太对，对啊，就是执法办法啦。好，来，好，准备喽，题目在这边哦，自己抽哦，预备，自己抽。超级都比别人满。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可以，这个简单。这个有特色，有特色，要不要？有特色，这个连我画都可以画得很好，真的，真的，赢了啦，这把我赢了啦，赢了啦，这很难输了，很难输，这很难的，这个我随便画都画得很好，你按每一张都找到了。然后蔡瑞雪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很会画画，我们看他画的如何。对啊，他最擅长就是临摹嘛，拜年就是他，他说只要看得到他的画，画得出来。瑞雪，你要展现出你抽象派的画画风哦。瑞雪从小就走素描路线，素描画的每一样，连海水中的浮游生物都画出来了。哇，完了，直接落赛。好紧张，这是怎么啦？你确定你会画画吗？讲的我也想看一下。加油啊！好好做自己。哎，我觉得好难哦，这个很难呢。你会画画？你会画画？我觉得挺好哎。我觉得挺好，我觉得挺好。挺好的，我原本看了题目觉得我们要落赛了，但结果看完你画更有信心了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可以。哎，不能了，不要弄了。形状不好看是吧？哦，我知道。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，好幼稚啊！爱学人，学人精。哎，你这是我要报老师啊！一人一次。哎，不要指导，不要这样指导，其实可以的，可以。我没讲话，我没讲话，可以的。看完我觉得有信心了。什么意思？有点难。看完有信心，可以吗？感谢。好啊，不要闹了，开玩笑，半路出家，半路出国际。我看完他的图，如果找不到，是你们两个的问题。欸、他真的画的还不错，他到底画多好？真的画的还不错，他真的画的壁卡花，真的哦。好吧，好吧，其实我觉得可以了，对，我觉得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对啊，都有了，都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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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谢谢谢啦，你，其实画的还不错哎，他画的非常好，可以说需要花点，可以 ，OK， 先抢时间，先抢一题。先抢一题，来吧。我画好了。先抢，来，好，来，请转身。会画，先看画，可以拿出去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有点确定吗？觉得有机会。我跟你说，一模一样。没有画，跟那个东西，而且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是用油画的方式在画，因为它是因为油画的方式是它。它是先用颜色把区块分出来，后面的颜色再叠上。对啊，那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叠不上去，因为没有白色。因为我一定先从轮廓着手。形状是特殊，因为我不是油画的。啊，好紧张，我那个很难哎，你那个很难。很难，而且其实那个就是看了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对啊，他们的蛮会画的，他们画的其实很好，他画的他们几乎就是这个。copy 过来，他们根本是照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拍画展，对，真的。哦，我没看到瑞雪的他画的，你们那个叫做什么呀？那个叫影印机。他的，他确实是走抽象，抽象，但他也有点难，其实很难画，都很难。你们在抽画，抽象派或印象派，我们很期待，很难在这个时候发挥。然后一走过去啊，直接落赛。我跟你说，他一开始选的颜色就错了。没有，还是有点，就很多颜色叠起来的。OK， 没了。
先到这里，先到这里。等一下是我们俩。嗯，对。我觉得每一个图片都是那种的，那看起来像小刚看起来像那个透抽或小粉透抽，对，你们那是很容易不是类似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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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做什么？快快快！他们已经回来了。但他们画对吗？他们找对吗？对对对对。对，我看雨，我要看雨，我要看雨，等镜头看，等镜头看。不是，上一个，上一个那个。不是只有一个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可是没有这个颜色啊，没有，一次只拿一个。那我们先继续，是不是？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周明轩，现在各位走，周明轩，加油，周明轩，周明轩，加油！没有啊，因为这男生是不太好看，然后也跟周明轩一样，好，我出现，我出现，男生是你，没事，我觉得已经要错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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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看一眼照。要记住到第一眼，第一眼的感觉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有了有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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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像发现我还挺会画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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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笔是挺会画，你还挺会找。对对对对，厉害。不愧是来过的男人。真的厉害，是不是？像小树。我大概有印象，听说上课以前就很好。哇哇。所以跟抽签也有点关系，还是那个。画的也好，你看面积很小，面积很小。不行，他会躲，他会躲，是不是？这么快，这么快，超多只，是吗？走走走走走走，他躲出来，要不是，不是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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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是你不需要画鱼吗？印象派，印象派。过去的。我现在不要紧，他超小的。这一定是，这一定是，这一定是。答对。答对，答对，快点！第三，第三，第三。来来。三画四，我们不要画，不要画，没有往后，没有往后，照片，内子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，好好好，跟着我们，来，好不好？交给我，方向感，交给我，就直接说好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直接刚刚说好了，叫他们来，那你们就，是，待会就好好的走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哎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是我们的，不是你的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。为什么走得这么快？去找，来去找。哦，走很久很久，没关系，别急，我们再请他，我们再请他。我这个，我这个，主要我这很尴尬，我这没有颜色，他那些东西都是形状跟颜色，好不好？人那一区全都没颜色的话，这怎么找？你画的太精致，我们看不出来啊。它很小的，你知道我们刚才问你，它是躲在沙的旁边，小小，对，它只有一个，而且它没有在图片上。它没有在图片上，抽到千王，它没有在那里的图片上。我们是千王吗？这应该是这千王对啊，这真的是是因为我们看了所有的都没有这个颜色，而且它只有杯子，对啊，就是两个，我不知道，你看猜三只，想象多少啊？有，只有他已经说我们这个就是千王。
没关系，那我们前面把男的弄掉之后，對對對后面就水。可是你刚抽的那个很好找，所以不是我就觉得他有颜色呀。水母很多种，整层都是水母，所以我才会说没有颜色很尴尬。可是它有一些是香型水母。好快！好快！我在，我在，他记得哦，但也记不得啊。哦哦哦！那我们现在他们眼睛三道了，对，就这么小啊，他们眼睛三道了，对，不是线画弄出来吗？对，这个有点难。不过严格来说，花画的蛮好，他画的蛮正确，他画的一模一样，画画应该可以开画展。等你画完，人家我们都回来了啦。都可以画风雨。快点！你是写生哦，不要被他们讲，不要被他们讲。我们是比赛，不要就好了，不用画的那么完整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画的那样子，画太多了，反而会误导。钟宇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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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宇轩。啊，我是亚洲美人钟。我弄完头发的时候，发现钟明明有很多选项，为什么徐梦的会选到钟明？钟明轩，小乐啊，钟明好、啊。到纽约点个咖啡给我们看一下啊。我觉得你们画的，我干嘛学？可以可以。很快，来来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。我来抢时间，抢时间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错了错了错了。倒立水母。你等他们去睡觉。是吗？是吗？倒立水母。是吗？超强！超强！是吗？超强！不可以不可以给 pass 哦！哎哎哎！恭喜，答对了。玛格丽特在冒烟，对啊，而且怎么感觉对对就像冒烟啊？那你再看一下温泉池，温泉池，它是不是温泉池？温泉池啊，它也是温泉池，对啊，真的有生物长这样。哦，原来这个叫倒立水母，倒立水母，而且瑞雪好厉害，我们拿到的时候我还想说鱼在哪里啊？我想说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鱼？因为他们说要画海洋生物嘛。我们以为这个一条条飞起来，结果这个是鱼哎，结果是整个。对啊。啊，完了完了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快点，我们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站起来，我们都听到你们尖叫，在楼梯上就听到你们欢呼了。有画对吗？豆加精神，这个。有找到没有？画了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，我们的夜差太多了。耶耶。没有，我们这边最大的问题是在前两棒。没有，可是没有前两棒，我们那个真是第二、第三棒，第二、第三棒。这一只太难找了，太小。可是因为它一看就是谁啊？体积是非常小，很小，加躲在沙里面，而且有两只还没出来，只出来一只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对，因为我们的就这么小，而且它的那个缸这么大，很难找得到它。青蛙鱼，青蛙鱼，因为你们等于出去了三趟还是四趟？就是那边就整个拉开了，有可能是第三趟他才出来的，他才冒出来，因为他是现在是怪他了，对，那我们怪现在怪那个生物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画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我们画的真的很好，没有一个是不一样，全部都一模一样，每一棒都是一起采血，就你们一看到就知道是什么。比对一下，比对一下，第一棒你看到第一棒石头鱼，狮子鱼，狮子鱼，好，狮子鱼。好，像不像？好一样 ，OK 吗？一样，对，没有狮子鱼的
是觉得真情太强烈了，对，而且后面三只腿为什么那么粗？抽抽的那个心，还有在练他。这其实看起来还蛮像透抽的，对，对，还有蛮像瞎的，对，就我们去夜市买那个大只的烤鱿鱼，对，这也像健美先生练腿完暴击，对，他吃比较咸。然后第二棒画的之后一出去，清楚颜色一模模一样，各位观众，这边看一下，清楚。这真话，这话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棒，对啊，尼莫就在一开头进去，这怎么这个甚至不舞啦，对啦，对啊，小兵一画完我就说哦厉害了，中了 ，OK 了，红色小丑鱼，第三棒你看一下我们那个东西，刚这个来那个温泉池玛格丽特披萨，一二三，玛格丽特披萨，可以告诉我这什么东西？我们看到是完全鱼在哪里？完全跟我看到的不一样，不知道鱼在哪里，海鲜到底在哪里？原来我们要画的是这个，所以呢，于是。我呢，就用我30多年来的毕生功，你讲快一点好不好？毕生功力，全部通通拿出来，画得如此栩栩如生，伟妙伟妙，白纸一张，你是直接放弃的心意，伟妙伟妙，下一张吧，有没有？但其实我觉得。这张老师说是找的人厉害，对，是找的人厉害，而且他一看到他就说他知道，我知道，强哦，哎，什么叫做是找的人？你画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平心而论，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是温泉池荒废了之后长杂草，或者是瓦斯炉，而且其实老师说你那样拿着，还会有另外一种感觉，怎么？拜拜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许愿，一个愿望，再来许一个。我们讲的是海洋生物，没人叫你想生日蛋糕。我觉得刚翻白的那个画的比较好。你们，我们这边的气场啊，我们这个花这个真的很强，根本找不到，画超好，这么小。其实它几乎神还原了，连颜色。我比较讲，严格来说，这个是现在是暗的情况下，刚刚进去是有光的，所以它的色比这个亮很多。那我觉得是找的人眼睛有问题啊。对，因为画的非常不一样。没有见你们有没有锁定小的？没有，你这一看就是小，一进去就锁定就是什么问题啊？我们有，我们大小都会找。哎呀，这一看就是一个小生物，你对啊。因为钟明轩的眼线画的比较浓一点，但郭敬美他们说这个是亲王，刚刚那个真的是这个长得还是才。然后第二个是水母。水母简单了吧？水母很简单啊，这个角度这样下，这样超简单啊！对，我就神还原吧。你画那个健康书也是长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很快就可以，只要有轮廓就可以。这个是按摩头啊，敲背的按摩头。敲背那个，对啊，夜市卖的那个。哎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来下一个，他是谁？超像的。也很像，连表情也一样，连表情也一样。你要相信这个画的，对啊，你连他的那个嘴像个男的，他心情不好，心情。可是我不把他画好，没有办法。你们这群人怎么这狗腿哪里有一模一样啊？而且鞋子跟爸一样，画下睫毛，对啊，我画下睫毛。你们这八节鬼，怎么会有空？你们这八节鬼，我不要抖啊！我们篇幅已经很少了，就想说在画布上多下点功夫。哪里有？它哪里有蓝色？哎，其实我们去现场看，蓝色是反光。对对，蓝色是没有，但蓝色是有光。那个照片上面又没有蓝色。可是这也算找蛮快的吧？我觉得算，他们也是找蛮快。我们这边就除了二三棒浪费了很多时间之外，其他应该是都还不错。我们刚刚回来比较久，是在等电梯。对，已经懒得走了。因为我们爬楼梯就听到他们第三棒在画那个，对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对呀，那你这个这样真的没办法。你看人家画画油画派的画的这么好，对，这是画的好，真的。我们两个刚刚是有点慌张，因为真的你们太慌张了，因为我们两个你们还出去了三趟，而且我们第一次拿回来那个是身体是白色的鱼，我说不是，那你一看就不会是白色啊。我跟他讲啊，找不到。所以我刚刚讲说他画这么好，不要为这个有问题的话就是找的人的问题。哎，你们。我们慢慢吵，不用，我们在厘清问题，你们去厘清。好了，去掀锅盖，去掀锅盖，去掀锅盖。